小朋友、各位家长，大家好。哎呀，都没有理我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年很开心呢、啊，我们的吴春发吴会长啊，真的非常关心我们的小朋友啊，所以呢，他特地请我们来找寻最适合小朋友的礼物，然后在今天有家长到场的日子，我们一起来把它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。好，那我们选的礼物啊是高年级的部分是一个智慧的那个扑克牌哈，希望小朋友可以能够在下课的时间可以跟同侪一起来玩，然后增长智慧。低年级的一二三年级的小朋友的那个水壶啊，我们要特别的说明一下，它是没有什么环境荷尔蒙的哈，特别选择一个安全的一个水壶，所以我们会长的用心哈、啊，在送的礼物里面看得见。那我们现在先邀请我们会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一直想着等一下要圆游会了，我们先前面这边我们先做一个知性的那个欣赏啊。好了，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会长吴春发吴会长。请三名甲班派一位代表上台领奖。很感谢哈、很感谢我们的校长，还有我们在校的所有的主任，以及老师，还有我们各位伟大的辛苦的小朋友哈、大家都为了今天的这个亲子教育日，以及这个圆游会哈、大家都很辛苦了哈、大家辛苦了。那在此哈、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哈、来到学校。今天也有很多我们的长官莅临哈，那因为这边我就不一一的做介绍，那也先祝福大家哈，今天大家都能够可以玩得很愉快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也祝福今天能够圆满顺利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啊。真的非常的用心，然后在平常啊、非常的关心我们学校的小朋友，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的想法哈、会一起来跟我们跟学校一起来合作来协办。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的下午，我们邀请家长来参与，好不好？礼拜一的下午。再跟这边哈，大家补充一下哈。那由于我们这个朝英国小哈，刚好位处于我们这个大园地区南北港的地方哈。那有建议我们的校长啊，以及我们的邱主任哈，大家都是这么的热爱运动哈。那所以啊，我也是就是说在此哈。邀请各位这个家长们哈、礼拜一的下午啊，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一的下午4点半哈、会在我们的朝英国小集结来游行，游那个脚踏车哈、脚踏车的这个健行热火的运动哈、我们都是礼拜一的下午，每周一的下午4点半啊，我们会在朝英国小集结啊，一同来去骑脚踏车啊，来这个欣赏我们南北港的各地的风情。那我们沿路呢，假如说你4点半时间来不及，也可以5点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南港的许茂里长家啊，那我们在那个也会在那边做一个集合。那我们北港的许家庄的里长家呢，也是4点50分左右呢，会在那边集结啊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离你们家比较近的地方呢，你们就可以带着自己的脚踏车，在那个地方呢，跟我们一起骑这个脚踏车来热火一下。好，在此邀请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家长会。
谢谢我们会长，希望大家一起来丰田马，然后撩下哭哈，谢谢。